好嘞，大家好，那我们这次要来拆这个一盒，这个高级的这个扩充包，最新的剑与盾。那我们就是先来小开个两盒，哎，两包，是，小开个两包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就直接先来开两包，那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个。一样是闪卡嘛，ARSA 特稀有闪卡，我们就看能不能中个好卡。哦，对于这个新手来讲，还有很多个，那我们就直接来猜，看能不能中什么好卡。今天天气这个非常冷。好，那我们第一张就是我们的太阳岩，然后毒电鹰、青面鸟、查克洛，这个，然后继续新象，然后阿尔宙斯的，哦，等一下，这怎么那么多闪卡？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先是阿尔宙斯的 V Star，好，然后自爆磁块大尾鲤跟青面鸟，哦，这次的最后一张还蛮漂亮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二爆，阿尔宙斯 V Star 好像还行吧。下一爆。顽皮电，顽皮蛋，七系绵鸟，这张是比较亮的吗？然后杜鹃，然后竞技场，下一个是自爆磁怪，跟戴欧奇西斯，哎呦，这张是 V Star 哎。戴奥奇斯，哇，这个好漂亮。然后博士研究跟索罗亚克，好，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啊、哦。我这张 V Star 好好看啊，超漂亮的 V Star 好美。然后跟这个自爆石怪，这应该是意图吧？其实我不清楚。好，这个有知道的可以各位跟我讲。然后跟着阿尔宙斯的这个 Vista，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